27号，董璇、黄奕、秦岚、马苏、谭晶等现身某时装周，同框看秀，两人不时耳语微笑。黄奕和秦岚的同框也引发不少网友的热议。小燕子之话，说什么说的这么开心呀？话说两人状态都很好啊，还是那么美。此前两人合作的《还珠格格三》受到众人追捧，是所有90后的回忆了。那边情况挺惨的，是不是？紫薇怎么样了？不要再提了。我应该留在学士府陪着紫薇，她这个样子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今天虽然拦住了，没有让她去撞棺，可是她心里已经有了这个念头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寻死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芒果捞新闻，捞捞好想再看一遍《还珠格格》呀，报道。